Hello， 大家好，有了兑奖喽！来打开看看，这次要兑的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次要兑的是大乐透了。哇，还有精彩539，哇，这好模糊哦。这个怎么看？这个纸看起来好模糊哦。这是多少？112年，这应该是8月23号的吧？我记得8月3号是有买了一些部分快选跟快选的。你看，哇，真的都看不大出来。哎，这样能兑奖吗？号码都好模糊哦，因为那时候发哥好像去买0823吧，很多0823。对，0823，应该是8月23号那一次，哇，竟然这样不清楚啊！哎，大家买这个这种发热纸种，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不清楚啊？真是的，这个看起来好模糊，这怎么兑奖啊？等下来刷一下条码好，直接刷条码好了。然后另外一张，这张是大乐透啦，大乐透是8月18号的大乐透，级别是112000078，对不对？开张日期112年8月18的。然后哦，这539好模糊哦。来，没关系，现在试一下，直接用那个什么，那个，噔噔噔，对奖小帮手，来试试看，看能不能刷掉。这个要对真的是不容易耶，这好模糊哦，号码都忘记几号了。这个是店家刷，应该可以刷出来吧？没关系，直接来对对看。来，对奖小帮手，来，先来对大乐透，紧张刺激，来看看这两注会不会中奖。大乐透两注，然后这边是539是300块，所以一共花了现在币400元啦。来，先来对一下大乐透的100块，会不会中奖嘞？两注的大乐透。欸，不错，大乐透中了400元，耶！欸，这次不错，欸，这样至少回本了耶！哇，你看300加100，这样至少回本了，耶！赞啦，棒啦！这样中了400元，那接下来对一下这个模糊的539啊，这539是8月23号买的，发哥有印象，因为是你看很多8月20、8月23，发哥都买这个号码，来看一下这个号码有没有中，紧张之际能不能刷到嘞？应该可以吧？看一下这个模糊的不清楚的号码能刷到吗？欸，可以吗？哇，好像扫不到，欸，可以耶，耶，yeah! 欸，也中了，欸，中了100块，欸，这个要赶快去来换奖，不然等一下越来越模糊的话，对不对？越来越不清楚，真的是这个真的很不清楚，欸，你看这个号码真的是非常不清楚，没关系，刷出条码就好。这样中了新台币100元，哇，欸，这次不错，欸，这次的大乐透跟那个539都有中奖，欸，不过539这不过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大家有买过这种，就会变得颜色会越来越淡的吗？真的好奇怪哦。没关系啊，反正还是可以兑奖就好，不用在意那么多。好，这次的乐透彩券呢，发哥精彩539买了300元，大乐透买了100元，然后呢两张都有中奖啦，不错，539中了100元，然后大乐透中了新台币400元啦，所以就是中了新台币500元。然后花了成本是400元，所以就是赚了100元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哦，拜拜。